这个泰国原装进口明 BP 的短尾泰丝哦。今年的明 BP 泰丝小小只哦，头流发达，然后都可以长大，都可以长到很大尺寸的。如果你空间大，饲料足，它都可以长大哦，型都非常可爱哦。今年改良的哦，短尾的更加雄壮。然后可以现场挑，也可以宅配。如果你要宅配，你就截图秒数，那就是那一只啊，哎，不会记错啊，记那么久了还没有记错过。那这个是已经进来两个月的鱼了，进来两个月的鱼了。这里有四缸，这是第二缸。每一只鱼都有它的特色，那金鱼它不会有重复的哦，每只长得都不一样。那喜欢小养大。喜欢养的更大的，就要挑那种比较椭圆形的、比较精壮的、身子骨比较壮的。那如果说你要缓缓养的话，就可以挑那个比较肥的。你如果没有时间去抄鱼，把它养肥，就挑那种比较肥的，就还蛮 OK 的啦。懒得喂的话，不想喂那么多的话，是还蛮适合的。这个体型都非常好啊，以前这种价钱都很贵啊，那现在已经量产化了。那这一批也特价下来的啦，之前都是一只卖4500的，啊，现在特价下来一只3000块，哎，一只3000块，两只5500，尺寸在13至14之间最多啊，居多13至14，精品鱼哦，这是属于精品鱼哦。如果你有看其他 YouTube 的话，你可以比较看看。对啊，这个狮头是非常极致的。一只3000，两只5500，明 BP。